Let's play. Toast, 'cause we don't care. Come, let's play. Toast, 'cause we don't care. Come, let's play. Toast, 'cause we don't care. 能在依山傍水的直浦铁道小镇中和火车一同奔驰，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？新北市政府观光局首次举办新北市铁道马拉松接力赛，邀请跑友试跑，拍下影片，还没能大量宣传，就已经被蜂拥而来的报名者抢光名额。我们一推出以后，400组的接力啊，已经马上就额满，立刻秒杀啊，这个表示真的是人气超高。所以这个当时在经过跟所有厂商的努力之下，我们现在决定增加100组嘛，100组啊，掌声掌声。跑友热烈支持，秒杀参赛名额，市府决定在安全和品质兼顾之下，加开限量100组的报名机会。想要参加的民众，请掌握报名时间，1月14号中午12点。最兴奋的跑法就是不要开车去，要坐火车去，坐最慢的火车去，坐电联车去，每站都停。不要当天去，你要前一天去，或前一个礼拜就去，4个车站。共寮、双溪、芙蓉、牡丹，每个车站都停下来，然后每个车站都跑看看，你会看到不同的风景。你会看到牡丹车站，它是全台湾最弯的车站，你站在那边看到火车开过去，是一个月亮形，这全台湾从来没有看过。新北市铁道马拉松接力赛是7人一程接力，放尺长度由3公里、6公里到11公里不等，方便不同需求的民众一起组队。组别更是分为一般竞速的普悠马号和讲求创意造型的微笑号。特殊的赛事设计加上铁道风光，也难怪被跑友秒杀名额。更多报名资讯可加入脸书新北旅客粉丝团，并在活动页签中的 Running Holiday 2016新北市铁道马拉松点选参加，随时掌握赛事的第一手消息。数位天空新闻板桥报道。